家里分享啊，上来。欢迎分享。分享啊。今天的节目。啊。看的。分享啊。哎，有送东西啊 ，Lucky Draw 啊。上。有 Lucky Draw 台啊，有分享才送啊。找不到了，全新加坡金马的直播唯一一台送的这样值钱的东西。对，快点进来，快点进来。来呀、啊，哎，分享我自己都要分享。啊，我也是分享。老板说什么？哎，老板说啊，我们分享都送给我们。对对对。啊，分享。来呀、啊。分享，今天真的有抽奖哦，有抽奖哦。真的有抽奖，恐怖吗？ Yeah. 哎，我们从来没有骗人的。呀、yeah.。对不对 ？Hello， 张丹。来了啊。多少？来，我们可以看到啊，很多朋友都进来啊。来，赵子轩 ，Mary Lou， 听他们。Melvin Show， 还有我们的 John Tan 也来了。What is the gift？ 你们猜。你们猜，我跟你讲，真的值钱，真的很值钱。超值钱。真的，一千呢，我们才出来，好不好？一千呢。这是我们送最贵的东西。Sherry Tan，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有用。对。你一定会用，你不会给你朋友的。对。哎，你们别今天很神秘啊，一千呢，我就出来了。甘宁娜，今天甘宁娜，我跟你们讲，没有看这台啊，你们去撞墙啊！我跟你讲，这一台你们一定要看，我没有骗你了。他们问人呢？等一下，一千人呐、啊，甘宁娜，我们这种大咖，没有一千人讲出来，对不对？彩礼单，有没有？九百多人了，肯定，来一千人了，来啊！一、二、三，江西的天光，别人的歌声。哦，阮感觉心茫茫，阮也不知你是花言巧语，只是对你心迷迷。有没有？笑一直笑。我哎，不是，林北看到你，有的人你不要讲话，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男生嘛，我可以乱摸的，对不对？啊，男生，他现在是男生，不是女生啊。男的，这个男的，猜你们猜是谁？对不对？走开，男生，我们这个，哎，兄弟，哎，兄弟，等一下，你真的呼下去，我真的一粒呼给你哦，没有骗你啊，我不管你啊，我不然会顺的很顺的。哎，兄弟 ，pop， 哎，没有东西的，两粒葡萄干。你叫我 pop 一粒，我跟你讲啊。很奇怪，我跟你讲啊，捏捏小小粒的人啊，他的奶头就大大的，你相信吗？真的。女的也是、啊，没男生，我说女生，你的会吗？我不相信，你给我看，有没有？我说今天你们看到谁了？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在我们的本公司这边直播，今天最后一天收工了，要等到初六了，而且今天是一个大品牌啊，新加坡，我们跟他哈，哎，一个直播而已啊，他哎没有限制我们，他说什么都可以做，他只要给人家知道，哎，其实他的品牌都不用打。每个人都认识，都懂你在我跟你讲，我还没有唱歌哎，你刚才唱的。等一下，甘宁娜，你唱歌这样难听一些，唱歌要跟人家介绍。我怕人家不认识我。OK， 叫他们 comment 一下，他是谁？白痴的才写错，有没有？大家都知道，他就是 Elvis。对，看过去一点，睡。对了，这样对了，这样对了。很像，妈的，我们都不知道做直播做到啼笑了。Saturday Night Fever， No， Today Wednesday， No， No Night。哎，对，哎，不是啦。今天不是拜山。不是，他说 Saturday Night Fever 不是那个，以前也是很红。也是很红，另一组人，这个是 Elvis， 甘宁娜，你猜没的？你 already know sing song， they don't know。OK， 有心。还行有心。It's now or never。我不是我年代的歌，我不会唱啦。甘宁娜，不得太神秘啊！来，接下去再多一次，甘宁娜，来坤娇来了，坤娇来。公交讲什么？你讲收工很久了。没有，今天真的最后，明天没有在我们的工厂，今天最后一天，我们明天去看风水的，所以明天呢、啊，你们要来看吗？明天看什么？明年呢、啊、属什么？喜欢什么 color 什么号码？哎，但你明天还会吐吗？明天我不知道，干你那，你这哇吹你干你那，你用哇嘞你他妈的。对、啊、哦，四千多人很快哦。对呀、啊，坤坤讲 K N， 我以为走错平台，这是板桥小朗丁。
我们 steady 的，我跟你讲，我不一样了。哎，我们今天还穿的 T 恤啊，我等6000人才宣布。你们看，我们 every 10 minute 换一件。对，不是，你看他今天全部不一样，我们有一样东西是一样。很痒哎。不，有什么东西一样？有没有？都有鸟。没有没有没有 T 恤。我们的 T 恤有没有一只？哎，一件白，一件黑。等一下，我才来介绍。人数太少，不要介绍。我们不是大地啊，白黑呀、啊。不是啊，啊那今天哎，大家都可以做慈善，今天都慈善。对对对，今天的这个节目很有意义。很有意义。对。买什么东西都是做慈善。所以这个为你们呢，明年新年前先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都跟动物有关系。哇，这个毛哪里来的、啊？很痒哎、欸。刚好是我姑姑的毛。哇，应该是有那个虫哎、欸。对不对？这边这边。来，我跟你讲。因为我这个老人家嘛，掉到7788剩小脚雕，我就把它点点，结果这个笨蛋还拿棉子，也没有那个黑皮香的味道，也没有臭生的味道。我的鸟猫，我掉了猫厕所，怕剩丢掉怕剩，所以我跟他说黏着，还黏着嘴巴。哎，来呀，要5000人鸟啊！换来换去，帮我分享分享，还是穿拖鞋？没有他穿，没有他今天穿鞋。赶紧啊！被你们讲到，林北不敢穿拖鞋。可是今天我穿拖鞋。哎、你的后面的是漂亮的、啊，你的衣服没有，你的你看后面你没有后面的头发嘞，真的，其实我是 L， 是，哎，你们分享有 lucky 多啊，林北讲有 lucky， 你觉得要送几份？今天啊，要送几份？你有几份先？哦，我可以。因为他们那边没有问他那边三份了，三份，我们这边要送几份？如果送7份可以吗？这个？可以啊，7份，总共10份，10份今天送，好不好？我们等6000人，我们要报啊，我们的 T 恤 for 什么的，谁猜得到？哎，有人猜到了，什么 ？Jacqueline Lim Bidin Cat Shirt Furby T-shirt for 重庆。重啊？是吗？嗯，有个你这样看就知道重庆的东西啊。嗯、你啊那个脏的。有看的。不，那个打，那个那打，啊，现在5000人了、哦、啊。我。重庆是潮州人、哦、你是潮州人嘛、啊、我不会讲，我不知道改普我们啊，重庆啊，不知道有没有在看直播，他是972的李杰对不对，他是怎么样，我跟你们讲潮州话，他是潮州人、啊、你会讲潮州话吗？你阿妈过脏是吗？不是，你阿妈过脏，你阿妈过脏，潮州人，你阿妈过脏，你阿妈过不笑，都是潮州话的。 I don't know， 你阿妈过豆大阿妹就是不男不女，我们以前叫做阿瓜、oh. 我们就是叫做半彩，我们喊他哎半彩半彩，我们是这样，我们是喊他半彩。你阿妈讲的半彩是什么呢？就是不会讲的很熟的潮州话，就是就是现在你讲这样就是了， oh. 好像我讲阿摩那，来 I speak English， 来半彩，half vegetable， 半彩。half vegetable 啊，对，所以大家哎，我们不能这样，大家过年嘛、啊，对不对？你们买 T 恤哎，我跟你讲这个 T 恤啊，重庆很有意义，林北不知道重庆有没有在看，林北答应他跟他报就跟他报，很有意义。为什么呢？重庆，甘宁娜他给普我，重庆是我的好朋友，他妈的，我跟你讲啊，我的人呢是很粗鲁，他比较优秀。他跟林北讲到一大堆历史，林北哪里会听？ Yeah, 你要我读出来吗？不用读了，林北阿嘎阿嘎听了，因为那天他打来跟我讲，我跟你讲是怎样发生，为什么会做这个猫的？你看尾巴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尾巴的？有没有尾巴？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尾巴？有没有那个尾巴很 Q 对不对？很 Q 一下。我跟你讲，他就是在梦见一只猫在他的保险箱，站在那边保险箱。他就去问了他的师傅，这个是好的吗？他的师傅跟他讲，西北好啊，哇，重庆，哇，你忙到这街，哇，真兴啊。他觉得他师傅说，哎呀，你这个招财猫应该献给全部的人。他就在想，怎么去献给大家呢？嗯，他就做了一个提示，就把财送给大家。但是
我们的重庆觉得送给大家，倒不如一起做慈善。等一下，我嘴巴有毛。好，就是刚好我的咕咕笨的毛，会不会出？我刚好我的毛没有 rebonding， 因为过年啊，我太太叫我 rebonding。隔离啊，对对对。所以大家知道啊，我们的周重庆说要献给大家之后没有用，他倒不如我们做一件提升，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野猫。就作为基金会，就来帮助那些野猫。所以呢，如果你们今天要买呢，我们有很多颜色，你看。这只就是他的猫，这只就是他的猫， yeah. 有没有啊？有没有漂亮吗？它有三个颜色，来我们讲。Yellow color, black color, and white color。哎，林北没有做，哎，林北没有，哎，林北跟你们讲，甘妮娜林北没有赚的哦，我是他们交代我，我照，因为你们大家一起。师傅、啊、，Can you take the 沙饼？哦、oh, ，bank OK。No where's the tombali? Tombali. No, you flip like that. Okay. Then okay. You know why? 啊，他能要 OK。Okay. Okay. Yeah, yeah. Okay. 所以呢，这个猫呢是我们的重庆大哥的猫。OK。然后如果你们要去看他的 Instagram， 他是这边的、啊。可是我们不要要卖衣服，有三个颜色：黄色、白色跟黑色。OK。然后那个衣服有很多 pattern 的，你要怎样穿你随便你穿。OK。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个 example， 应该要怎样穿那个衣服 ，OK？ 对对对，呀呀呀，我们会给你看哦。哇，怎样穿才最好看？我觉得这样，我穿是这样啦。就这样了，来，轮到我穿就是这样，这个穿法就是这，知道吗？怎么样？21.5，有没有？我们是露出来了。我跟你讲啊，我以前做舞男的，我不是不要给你们看，你们每次说要看我的骨骨本，今天就给你们看到爽。对不对？你们喜欢看我的咕咕笨啦，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我跟你讲，你们跟你讲，你们不要骂我，是刚才那抽重庆卖的啊，来给大家看了。哦。他卖的，给他看一下。哎，拍照，看你那重庆，你妈的要整只。对，然后。他整。那个衣服只有四个 size， M、L、XL 跟 XXL， OK。他一定骂我的。看你那王雷叫你跟你别卖 T 恤，你跟我拿来玩。拿到看你那要整只这样大只哦，你很像 LP 耶。来看你那里。很像哎。看你重庆一定乱骂的，你们。我觉得这个。毛毛啊你的。不是我其实啊。你们不要笑，我真正就是这样，我原装的就是这样。你没有看到我太太每次跟我出门的时候啊，一个礼拜啊，一定啊走路一定有一次这样脚开开的，一定的。她礼拜天去巴萨就脚开开了，因为晚上我们，对不对？就不一样的感觉。啊你呢？ Yeah. 周重庆，马来西亚人不知道周重庆是谁啊？跟我演那个有没有？吓到笑那个阿咪的。You die, I die, everybody die。我阿南他啊，还有那个印度人，印度人阿南，我周重庆有没有？现在那个啊，印度人死掉了，阿南死掉了，剩我两个没有死。他们讲这个是有没有？这是 Tikam 的，还行，真的，有一点点像，我觉得还是讲一点正经的，先 before 他进来 ，OK？ 这个呢，他们有四个 size。L、XL 跟 XXL， 每一件呢都是39.9元，你们都可以去 Shopee 下单啊。等一下，来有没有？那个搞得很像哎。周重庆，干你呐！你的猫的尾巴好像您别的过年的这个海松吗？你看他的猫这样 cute 的，你看 ，this is a British short fur。你们要买的人多少钱？好像30多块。对对对，安迪卢西每个。安迪卢西，来，对，来，对，来，就是他。所有看过他的电影的，来 comment 一下，跟我演过戏的安迪卢西，这个是红都很久了，红很久了。好，大家跟他介绍一下，现在要8000人了，我们直接今天给他冲破1000人，好不好？可能是给你，你别爽啊！你别今天送 T 恤， yeah. 这个 T 恤30多块，他布很好的嘞，他的布很好的，我没有骗你的。对，你别今天就送，我说你别今天送，马来西亚你别都送了，干你呐！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讲啊，如果
果七千五了，我们冲给他八千好不好？八千马上送，帮我分享分享分享，一定要分享。今天你们下单的话呢，我们会那个把什么筹集的善款一部分捐给 Make a Wish Singapore， 帮患有疾病的小孩子实现他们的愿望 ，OK？ 然后另一部分呢，我们会捐给动物收容所 Voices for Animals Singapore， 让动物有更好的生活，并让人家来领养。OK， 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们有下单的话呢，是可以 help them， OK， 就是你们的番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还有很多的流浪猫，对不？对呀、啊，对呀、啊，多少人了？7500了。7500了啊！ Yeah. 我跟你讲啊，很快啊，所以我们又变装了，有没有？ Okay, 这个这个干尼娜好像地都变哎，不是是在哪里？干尼娜那边找不到前面是在哪里的？干尼娜这个前面没。不是嘞，我的是不是这样的？甘妮娜，错，甘妮娜，哪里是前面呢、啊？我不知道是哪里前面的，应该对，甘妮娜为什么变？甘妮娜为什么变成这样？哎，不是，没有这个没有，你要 kiss 我这边，有没有？所以我们一直在变，所以你要买的人，你们自己去 Shopee 那边买，对吧？ Yeah. 连它有三种颜色，你们自己选啊，一斤30多块。White, and yellow 三个颜色，yeah. 好不好？而且你们买的都可以做慈善啊，刚才已经报了，你们要做什么慈善，他已经讲出来了，对，全部都是拿去做慈善，所以谢谢我们的周重庆了。哦，为了你们去 support， 这个是他家里的猫，对，他家里的猫哦，现在8个月大，8个月大，他是支持他的猫哦，8个月而已哦，好不好？这、就是他真正的猫哦，就把它弄出来，你们要猫的可以啦，你要王雷那一只也可以啦，啊，王雷那一只也是一样，那我觉得他这件衣服他就这样子穿的，可以啦，他没有可能再把它正面的穿，啊，因为以形补形啊，穿那边我们那边补那边大，对不对？不一样的感觉。啊！买了我阿妈穿年轻，对，你越穿越年轻 ，OK？ 刚刚这个好像是错的。我什么？我觉得是对的嘞。好像是错的。这样嘞，对嘞。你妈的啦！不是咩？不是啦，你拿误了，是这样了。啊？是。短的在前面。短的在前面。慢。这样啊？是这样啊？不是那天。跑型。不是。哇，你这个很像 mushroom 哎。不。你说有 wear correct 吗？不是那天是好像诸葛亮嘞，为什么今天变可乐？为什么今天变成甘妮娜看到前途？我那天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今天变成这样啊？我不知道，有人拿你头发去剪。不是啊，是跟你别动了头发，我跟你讲，你别摸他了，所以。我阿公穿这样变大了，哎，真的吗？陈少伟来了啊！呀，马币多少？马币没有，马币没有。你们要去索币买，自己去索币买。Yeah. 今天又买又做慈善，这个是周重庆的、啊。我们冰了。啊，我们冰了，你们自己去，好不好？ Yeah. 你们自己去啊。啊，所以今天，哎，今天呢，我跟你讲啊，我们抽先了、我们抽奖。我们第一还没有讲抽什么。我们哎，今天你们都不知道吗？对不对？我在 Facebook 没有讲今天卖什么吗？他们讲你现在。卢广仲，你侬胡？哦，台湾一个，啊，大家啊，差不多了。有才华像我就不用紧，啊，你不要叫林北山。大头讲用吹风筒吹一下，哎，大头 ，Where are you？ 大头，他发烧，8两斤，不是啦，阿妮娜，8你妈的啦，8两斤，还没有斤，妈的，来，丹妮今天也来了。王雷，你很好心，对，所以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帮忙。下单哥来了。下单哥一定买的，对，下单哥啊，可是最大是 XXL， 我现在穿是 M。X 哦，我们有什么 size？ 穿什么、啊？我你们我要看前面。来，你看，这个是 M 也是。M 啊，这个是 M。我穿 M。我的 M， 你看 L 的。最小是 M。来，我们下单哥，这个是周重庆在推的，在卖的，没有的赚钱的，我们扣出了，全部都是卢素捐出去的，全部捐出去的，所以你们对不对 ？Support。下单哥可以穿吗？啊，有没有？I think 他们 online 会放那个 size chart， 呀呀呀！我想要抽中王雷。OK， 要中奖的对不对？马上冲！你们要分享先啊！要分享，没有分享没有算啊！ Yeah. 大家都是很期待今天到底王雷要送什么 ？Oh my god！
看我戴一个黑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今天要卖什么，你们不知道。今天要送的，每个家庭每天都要用的，不可以吃啊，这个不可以吃的，这个是用每户家庭你本身每天都要用。你在吃早餐也要用，中午也要用，晚上也要用，在做爱更要用。瞧瞧一下，做爱要用的，是不是那个东西一定要用到的，对不对？我不可以，我们给你们提示，我们用这边，你讲出来的人马上送你。啊，中午也用，早上也用，晚上也用，半夜也用，还有做爱也用。什么猜什么东西 ？Always don't need to 用。猜什么啊？猜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的啊，猜猜猜猜。猜一个洞。啊，一个东西。国货路。掌声！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国货路送你棒塞爪来了，有没有棒塞爪？我跟你讲，阿爪。谢谢我们的国货路，哇，很难得的，很难得。我们华人的晒为财的，晒是宅的，哇，靠近过年，你竟然中了棒塞爪。对，好像那天我带我的狗来，他在他的 office 大便。我跟你讲，有一个问题，这个棒塞爪外面是卖7块多，如果马来西�亚的人中，邮费20块，干你那不是很受害？这个是金。那个棒塞座7块多，他要付邮费20多块才拿到这个。对了，把新加坡你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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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是。你要送啊？免不送啦，我们讲送就送的。你要寄去马来西亚？我没有啦，过后都新加坡人啦。在马来西亚嘞？马来西亚人照送啦，那不用紧啦，我们哦，反正我有落地经济，有没有？阿念娜，你们可以 screenshot 的。阿念娜，王雷现在神经病啊，棒塞座也卖了，赶紧 screenshot。啊，哎。笑耶，棒塞座也是很多种嘞。我们的棒塞座是棒塞座的 Hermes 的，有没有听过？棒塞座的 Hermes 的就是最高级的棒塞座。你大便的时候不会吐到你的屁股，对不对？你在小便的时候不会吐到你的汗，不然我太太一直她破吐到汗，吐到汗，吐到鼻青。所以你们用我们的棒塞座，绝对你的塞不会沾到你的手。你的月经不会沾到你的，干妮娜怪怪的，今天你没卖这种。你我不懂，你全部讲的都怪怪的。不是 ，OK， 你棒塞座讲推销，来，给我棒塞座，就是你要讲他的那个麦料不会塞住你的塞康。对啦，来，不然这样吧，来，用个棒塞座，来，你切点汗的整点，你的汗打都没破皮，没这个怎么撸个你的汗破皮绝对不会啦，你切点卡针，和你棒塞顺，来，赶紧拿你，来切点啊，赶紧拿你别讲了，不好意思。你看你讲到他跌倒，赶紧啊。我这边的工作人员，你没单单讲而已。那个棒塞真的，他晕了，他跌倒。不是，他不懂，他可能他发生了，我们讲到。发生在他身上。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用其他的牌子，他骂他的汗骂到破皮，我跟你讲，骂到他的毛都掉完了。对，刚好我讲出他的心声，而且我讲出很多人的心声。你的厕所纸如果薄薄，一吐中你的汗。一吐撞你的屁股，一吐你的塞，你还要去洗，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要给人家闻啊，这个是塞了。咦，你很肮脏嘞，对不对？妈的，我呀，他们讲不用用纸，直接用手擦。对，没有他要用纸的，他不可以好像用水喷的。哎，你们第一次。This bamboo roll very good. Yeah, 很多人都用过了，我相信。How many ply is 3 ply? 3 ply, OK?来，这个是 bamboo 的啊， bamboo 的。我什么都上架送我，啊、对不对？什么上架？现在连棒塞座啊。干你拿他以前一定被闹塞。他说，还有啊，他说你要拿吗？我拿给你。你要爬上去，你要拿不到了。你那啊，我跟你讲，干你那有人他 sponsor， 什么懒都 sponsor， 他竟然 sponsor 我，说哎，干你那过年，他 sponsor 我棒塞座，干你那以为你被闹。被老塞击败，然后把牛在看，哪里有人是把这棒塞抓的？来，那你一个一个跳，一个跳，哪里有人干你了？他不是送我一剪的，你看，干你那三条嘞，你看，干你那要擦到你们的屁股破皮了，你看，干你，你不可以的，你看，你那不会 sponsor 要，哎，我不知道这个屁股，你看。
啊你，有没有？有没有？骂陶尼公婆。干你呐！你看。还有。你看有没有？有没有？还有。干你呐！你看，你拿不回。等一下，还有。哎。还有。有没有？不要掉！有没有？不要掉！有没有？不要掉啊！干你呐！One more, one more。我跟你讲，No one more 了，摸你妈的啦！没有啦！干你。老板，过年了，包个红包。咱们哪里有剩个几十条棒菜做出来的？您别的又屁股小小，您别大便一天一次而已，干你哪就可以跟骂到2023年了，老板。老板叫什么名？老板叫什么名？直接屌他了，妈，2020，他们不敢讲，他工作人没有，私聊笑，干你。昨天、明天吐的时候可以用。急了，您别有这样帅，明天就会吐，妈的。那笑死我！他们讲我缺送我。那我们今天真的是送，要送，但是你们敢拿？我们他爸今天为什么人数是可以就过8000了？今天应该要过10000，因为最后一天我们今天变到完了。很怪哦。对啦，很怪的，今天应该破了。我今天用另外一家电话。完啦，所以啦，有买黄金哦。有买黄金棒赛抓吗？黄金棒哎，还有我们的toilet paper，对啦，toilet paper啦。来，这个 HP Lloyd 讲 disgusting use Dettol to rinse your mouth full of vulgarity。Yes， 来拉黑啊。OK。拉黑了，那些不喜欢看我们就拉黑了。阿娇分享了。阿娇要用，阿娇一定用。为什么阿娇用？他没有来月经，他受精了，只是擦屁股而已。连老人家的尿又不会多。那你给他一条可以用一年。哇，可以啦，干你奶！他的一得变多得嘞。阿娇一得变多得嘞。用一年，你神经病啊！ Yeah. 所以我们的可以看到啊，有没有榴莲的味道？我跟你讲啊，厕所只尿榴莲的味道很容易的。你一边大便一边气的时候，拿一点榴莲闻，连擦。没有，不用。你治疗过后哦，啊、你明天去大小便就有味道。对啦，啊，经常我讲不，老板要擦叫什么出火，啊，舍利丹可以拿去煮那啥吗？我跟你讲，这个不卖，我们不卖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品牌，除了这个品牌有棒塞爪，还有什么爪？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金嘴爪。我跟你讲，很多东西今天你们不要跑，因为今天那个价钱很好。不是，而且是什么呢？你今天买的东西啊，我们这个 cover 什么 ？Clover Soft 啦。Clover Soft。Clover Soft。哎 ，Number One 啊，什么？他们 Number One 这个品牌。干你！林北讲真的，你们没有相信。干你啊，马上这。给你看，他们有做。我们的棒塞座是全世界第一名的，有没有？他妈的，拿到奖牌的，做棒塞座做到拿到奖牌，只有这一件而已。第一名啊，第一名。第一名了啦，啊，你看最舒服的。啊，擦了，你的姑姑不会硬的，你的姑姑不会一直睡觉啊，你擦一下它会硬。我没有骗你。如果不可以小便呢？可以不可以小便？你很容易的，我跟你们讲要怎样用。多乐子有很多用法的。很多用法的，你看他们的，林北第一次卖多的 paper， 击败第一次。可是今天没有卖，今天是送 ，OK，、这个、我们送。你看，多的 paper， 多的 paper 是 brown color。brown color 啦，因为它bamboo 的。对， bamboo 的它是没有漂。啊，这个 bamboo 的有没有？你看啊，我们省用。如果我曾经啊，我发誓啊，这个不要笑啊，这个发誓啊， yeah, yeah, yeah. 我曾经去公共厕所的时候，没有多的 paper。我跟你讲，我一张我熬下去，我擦一次，再擦一次，还有晒啊，林北再熬多一次，还有晒啊，林北再熬多一次，还有晒哦，林北再熬多一次，还有晒，最后的时候，最后一次不能再了，我这样撸我的屁股这样，最后了，就是这样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我没有讲骗话啦，我双八啊，你有没有用过，你有没有碰过？去大便的时候，公共厕所没有碰到厕所纸不够，你是不是折多一次又折多一次又折多一次？会不会？坦白讲，我是没有啦，我打给人家叫他们拿 tissue paper 给我。你是这样、我是没有，我们是这样不够的时候还熬，普通就是很多很多纸的时候擦了，就这样就丢掉。当你没不够纸的，你会熬多一次，省再熬多再擦多一次，这不够用。那如果你没有 toilet paper 呢？哈？如果没有 toilet paper， 哇，我跟你讲。
我有发生过。你我拍戏的时候，在演过、啊。怎么办？用纸烤。用纸没有树叶。树叶。用树叶这样烤，用树叶烤。我跟你讲，没有骗你。刚好我们半夜，我跟阿南拍《鬼夜笑》，蹲下去，我们在拍那《鬼夜笑》，我们就杀，流血，我杀到什么夜你知道吗？含羞草。看你那，两粒蓝帕都差一点掉出来。妈的，没有骗你的。可是我没用到这样子，我的天哪、啊！没有啦，今天等一下要送，真的我们要送。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这个品牌啦。我觉得不用介绍了， yeah. 因为这个是坦白讲是一个在新加坡算一个品牌了。对，我觉得不可能你们不认识的。今天啊，你买任何，我们只有六个今天 offer 而已啊。可乐杯包没有卖。今天卖的六个产品全部都是 free delivery。免邮，而且你们今天买三十，我们今天有三十多块的配套，四十多块、八十多块、六十多块，每一样，我们的公司哦 ，Clover 什么 ？Clover Saw， 他一路来都有支持北极熊，对，我们都有支持北极熊，都会保护北极熊，所以你们买今天任何产品，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公司几年了 ？Clover Saw 七年，我们都是七年。卖，你在超市买到，杂货店买到，印度店、妈妈店买到，你买到什么东西，你们买的每一分钱，他们都会从那边拉出一点去做这个该做保护北极熊 ，support 北极熊。今天也一样啊 ，save the best 啊，对的，因为爱护动物嘛。刚才那个这只猫是周重庆爱护猫啊，你们去 shopping 啊，刚才知道的啊，你们自己上网去买啊。我们只有限量100，卖完就没有了。对，我们已经冰这边了，已经冰在那边了。你们可以去看，有没有周重庆的嘞？呀、yeah, ，对，周重庆。周重庆的已经在这边了，我们冰在那边了。T 恤另外有没有 wet T 恤？有。有。我跟你讲。wet 有 wet。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本来是一万的，但是 Facebook 应该出问题。呀、yeah, ，don't know why。今天应该要一万多了，我不知道一直吊住7800、7900、7800。好像没有过8000。对啊，没有过8000，不用紧。我们今天没有 offer 啊。我跟你讲啊，如果今天你买到我们的 cover 什么很怕 cover saw 啊，你买到比外面便宜的，林北去你的家洗底裤洗一年，林北跟你赌大一点。我跟你讲啊，如果你买的比外面贵呢，巧儿去你的家帮你洗咕咕杯洗两次。No， 你戴手套了 OK 了，在头上 OK 了，你不要看啊，你这样你可以这样。等一下看不到摸不到怎么办？乱乱拉啦，把你好像在你有驾车打给他这样乱。如果没有怎么办？乱就是跟那乱 Q 啦，乱螺丝配乱搅这样，你去帮他们冲凉，反正我们一定是便宜别过的，一定的嘛。Yeah. 对不对 ？How much money T-shirt? $39.90。30多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39.90。Yeah. 这个是给我们的猫的、啊。很多人讲这个很好，没有化学成分 ，Clover Soft 本身不好用。我们本身也在用呀。我们不用介绍，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我不懂可以讲吗？怎么了？没有人敢讲。你讲，我听先，可不可以？不是，可以的。安妮娜，我这样讲不是全部听到。两公婆做爱的时候，这个也是可以，不要给他流出来弄到床，就是这样。你很浪费耶！我等一下，我要骂汗吗？我们可以骂汗啊，对不对？你会不会拿去刮下面？刚好搬界的时候，整片，噗就拉出来，它就掉在这边，不会掉在床。我看你那讲到流汗，看你不是要换衣服？很多人家不是房间的秘密，我们别都跟他们讲出来，很多人不敢讲的，你别都讲出来。第一个直播第一次讲这种东西，刚才我不知道他，砰，哇，很香，因为它是新鲜的汗，很香。我老婆的是鲍鱼 ，OK， 我老婆的砰。老憨 ，expired it， 赶紧的，来，我们今天真正要卖的，所以要卖的是什么东西呢？没有卖的了，贝贝。没有，今天要送。送。你们留住，我们等一下，我讲说送十条了，阿妮娜，你们可以 try 了，而且我们今天还有送什么东西，你给他看，拿那个男子给我，我们这个整个的，可是没有包啦，
然后那我跟你讲，今天 Lucky Draw 全部是消毒的，两瓶我跟你讲，一定便宜的，反正你们家里都有用了，今天再买好不好？我们今天先卖冲凉的，我们先卖冲凉的要不要？wet tissue 先啊 ，OK， wet tissue 先啊 ，wet tissue 这个啊，没有这个啊，这个啊，这个我的孙呢用的，我的孙用的，为什么吗？因为它是 plant based 的，就是用植物做的。哦，什么植物？植物啦。植物 based plant based， 我不会讲啦。哦，用植物就是植物啦。呀啦，植物啦，你们知道的 ，OK。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里面呢是它的 plastic 哦，是 zero plastic biodegradable， OK， 所以它是环保的。对我们的这个地球很好的 ，OK 好的。然后它又是像我 antibacterial 99.9% antibacterial， 然后还有 0% paraben 跟 alcohol， OK， 所以是很多人用了都很喜欢用的啦。是 ，OK。然后它的一张哦，你懂它很厚的吗？什么厚呢？什么厚？我讲它的纸厚。哦，厚。你要 try？ OK， 等一下你穿这个。你 OK， open 啦，它的一张哦，不是薄薄的，它是厚厚的 ，OK。Wait 啊 ，let me take out。Yeah， OK。那你看，它一层这样的是厚厚的，所以你们用了哦，是觉得很好用，超好用哦，本身都在用啦 ，OK。Oh my god， this guy 啊 ，the wipes are the best， the smell is very natural， I always use， 对，很好用哦，超好用的 ，OK。今天的价钱超好的。所以你们今天干了啦。所以我今天没有意外能干是 CBI 碗。那有 dash。对。哦，薄薄的。把它很厚，它是 three times。这个好在什么？为什么啊？哎，你的小。皮塞不会突破。对，我看看。有没有塞？普洛啊，普洛啊。Oh my god！ 普洛。没有人敢讲，只有我敢讲。谁有卖东西这样，对不对？对不对？只有我，因为现实。你不要跟我说你们从来没有挖这个，没有这样骂。你的屁股也好，拿你的小孩子最重要。小孩子什么？他的屁股刚刚出生的，骂他的屁股，骂他的骨骨笨，骂他的屁股，他大便要给他清洁。Yes, yes. 我跟你讲，每个家庭主妇一定会带出门。对。我跟你讲，然后它又是 antibacterial 的，所以会消毒啊！没有讲偏话的，跟你讲，洗点尿。Right， 你看你的毛啦，你自己去漂颜色对吗？你没有跑进去？没有，我这样骂就 OK 了。那个皮塞有没有受够在里面的？小鹅 ，No！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样啊，你们每个都有限量啊，你们今天真的是要抢。因为干你我跟他老板啊，已经卖到最低的价钱了。今天是最低的价钱，因为为什么再低下去得罪外面的超市啊，大的shopping center啊。所以只有今天。只有今天，因为今天我以为是一万人，我觉得很有把握一万人，他这一次卡住7000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你们一起帮我一分享，我的确啊，我们讲卖呢几包？今天我们卖一箱，所以一箱是28。我们28啊，一箱多大箱啊？一箱。大概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那个箱？没有。等啊，他们拿，他们有师傅。你们的箱给我们大概啊送去你家啊，是这样的，送去你家，来20包。20 packet。很快用完的，你小孩子很快用完。大概这个箱。大概什么是这个箱？不是这个，不是。哦，大概了，大概他讲大概啊，这个送去你家。你意思啊？哦，免邮啊。啊，来这个差不多了，来这个，妈的，哦，这个是准的。Confirm 啊 ？Confirm 啊？啊，送到你家是这样啊？对，20包这个啊。对。有送什么冷泡吗？没有，可是今天的价钱 very very good， OK。本来原价是多少 ？User price 一个七块九，现在这个是20个，传给。等一下，我要跟的甘纳这种老板，我一直为我的网名想的。Okay, wait. 等一下，我们现在7块，本来是7块9，乘20包，本来是158，158，现在呢？你不要跟林北讲155啊，才便宜3块，你一定被人家驳了。不会的。多少钱？今天卖一包啊，5块8毛半，所以是117。
117。哇，便宜50多块嘞，便宜50块嘞，便宜差不多50块嘞。Yeah. 要下单的人，117。来这边。进去我们的 order form。我们只限量100套，卖完100箱而已。他们有几张？100张。100张。100张啊！100张啊！我们只有100箱哎，100箱卖完就没有了啊！对，过年赶赶马来囤。对，然后它的这个又是那种硬有 cover 的，所以你不怕它的水哦evaporate 弄干去。很多人就是用到这种啊， yeah. 一下子吹干，因为它是棉的，棉的，对不对？现在我们是这个啊，我原价158，今天在王雷的这边买才117而已啊。要要 ，ring it ring your mother 啦 ，ring it， 我们已经订了 ，OK。冰在那边，你们自己下单，自己要下单去那边下单。如果不会的人，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话，84039828。来，我们你们可以，不可以下单，只是询问而已，啊，就询问而已，询问那个电话，啊，要什么问题，好不好？我们今天第一样就给你们抢， yeah. 只有100箱，你们自己上网买。去 order， 因为它是太便宜了。便宜一箱便宜50块嘞，现在一箱117。对啊，一包只要5.8块。包包五块贵呢，打个咩事啊？对，买小孩子。expiry date 啊？笑我跟你讲，如果这个 expire 是下个月，您别整包吞下去。哦，2024年。confirm 的，来给你们看一下。2024年11月。来，这边有写啊。我其实你放心 ，Everything include delivery 呀、啊。你放心啊，王雷买的东西我比你们更紧张 ，expired， 我比你们更紧张，真的，他很怕，我很怕 expired， 因为很多人留我要攻击我，投诉我是什么 SFA 啦，什么懒趴啦， yeah. 一大堆的，所以我得罪很多人，我得罪了，因为我的东西比人家便宜，我没有骗你的。我没有骗你，你去买，我得罪很多超市啦，什么啦，妈的，有一间超市很大间，每天他都叫我去表演的。自从我出来网卖，他不要叫我表演，真的，他们的利眼利，真的，我得罪他们不变了。Caveman use toilet paper， 是吧？他讲你是住山洞的，你还用 toilet paper？ 没有，我们以前，安妮娜，有人到现在还没有用 toilet paper， 用水抓的。但是我为什么我不要用水抓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啊、因为，不过我讲真的啊。你怕什么？你在大便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大便都演出来了，你看。OK OK 你。你大便的时候是这样啊，你蹲下去大便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样？就大便的时候。对对。你用爪的时候啊，你看啊，你拿那个大便纸来，那个干的啊，你看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女孩子有的人是用爪的、嗯，用爪的，但是有的啊，他的水啊，他的水很大，一爪啊，你拿我整个丢出来，丢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旁边还有那些肮脏的东西嘛，会沾到大腿，会沾到大腿。而且我觉得啦，因为我是西北爱情体，因为你抓到啊，旁边不是有水咯、嗯，你不是用你的大便纸用更多，你要骂你的大腿的水啊，我是会的。你看啊，你这边抓了，给你清洁了，抓，你是不是要骂你的大腿？我不可以，胆胆这样穿。因为我们老人家啊，你挡挡的时候你这样穿啊，他妈的，旁边会痒，他会痒，真的，我讲真的啦，你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是你们的事情，所以啊，你们要下单去下单啊，只有100套，一箱啊，20包，一箱20包，原价158，今天卖给你117，包里里不里，包送到你家，好不好？我本来，来，这为什么他要做本娜娜呢？因为为什么要 banana 呢？ OK 啊，为什么要穿 banana？ 有 link 的，因为我们都是用植物，我们里面也是用 banana tree 做的 banana， 对不对？整只 banana 啊，有人问这只 banana 是公的还是母的啊？我要摸看看啊，母的，这只母的，好不好？这只是母的，所以呢，下单的人只有100套啊，我不知道现在 order form 在那边，我不知道。啊，99块包邮，干你哪！人家卖117，幺幺七是不是？幺幺七是不是印尼盾？干你哪！你这种人不要跟你讲。泰国币，干你哪！我倒不如你说印度币更好。还有来啊！下一个是你在前面的那两瓶。等一下，我要看 comment，因为你这一次电话今天有问题，但是我们做了不可以 stop 了。我不然那如果海鲜我们就可以 stop。7000多人，我们还是嫌少。对了，可是他台北直播天王最少要10000起跳，对不对？来，来干，come and see。
晚上可以流水，什么意思？肮脏话啦，干你哪的这种恁爸为恁爸不会听啊！下次可以讲什么？是开试试看有没有亿万人，我可以分享。不用，不要，不要，不要，干你哪汽车人够了，下次可以您不要汽车车汽给我啊！人民什么？人民币是550，差不多。对对对对对，人民币是750。哇，雷公来了，不要乱讲话，随便打雷了啊！是雷公没？我是雷公的孙啊，有没有讲到？下单啊！我不知道你们下单的抢得到吗？100套而已，所以去 order。有人这边看得到吗？有人 order 吗？有人 order 吗？有。我们一定要下单，你们那边要抢，完了那边就喊完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是全部 offer。再来，下一个就是冲凉的，冲凉的，这边冲凉的，可以啊。我们来冲了两个啊，两个味道。为什么两个味道？你知道，早上你起来一个味道。晚上你回家一个味道，晚上给你开起来看，很 refreshing 的。refreshing， yeah， you don't know how to spelling refreshing， yeah， refreshing is other refreshing， other 后面是 rs， rs refreshing， 对不对？讲你们干妮娜讲好吗 ？Oh my God， OMG， 为什么 refreshing？ 对不对？干妮娜，你们可以讲到 Oh my God， OMG， 我也是可以 refreshing， RS， 对不对 ？RS 可以做很多个字，只有你这一个 refreshing 咩？所以你们自己讲啊。Yeah。refreshing 三太子是吗？你懂他们三太子 Flintstone？ 什么意思 ？Flintstone 三太子。不要开玩笑！师傅，他们进去那个 order form， 让他们看到其他的价钱。买，没有钱买。你们看到你们家去下，你们要买就买。我们还是会介绍。每一样啊，都是 free lily bally 的、啊。马来西亚可以吗？不可以。这个很便宜。新加坡而已。这个今天我们都是，这个都是用刚才用竹炭的啦，都是这间公司。Bamboo 啊，竹 base 的。竹的，哦，用竹的。这个晚上。有一个味道的，你闻了没有？晚上就好像 lavender 那种味道，就好像用了会想要睡觉的那种感觉，对，给你催眠的感觉，就是放松，对，放松。哇，你的 bug 很臭哎，该吃什么？炒粿条，我跟你讲，你最好的时候，你要跟你太太 bug 的时候，不要用这个。要用哪一个？要 relax 软软的。嗯嗯。你冲了，干你那是软软，你老婆不是干了不是屌你。要用那个早上。要用早上。对啊，如果你刚好那天晚上要啵，不要用这支。早上的是黄色的。黄色的啊。啊，冰咖喱的是睡觉的。开开玩笑啊，这个晚上冲凉的，这个早上的啊。然后小孩子都可以用啊 ，It's safe for kids, OK？、哎、然后他们的。多少 liter？ 有人问。多少 liter？ 这个。750 liter 啊，我可以用很久嘞。对。可以。然后它还可以帮你杀菌呢。哦、yeah ，现在你出去外面很多。对对对。毒啦，那个毒毒很多。然后它的瓶子是可以 recycle 的。什么意思？环保。哦，可以环保。拿来环什么保？就是它不会伤害地球啦。连拿来做什么？就是你拿去，好像他们有时候会冬进去，你拿去冬，他们会拿去环保啦。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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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你这样解释厉害，好吗？认识的人就比较不一样。OK 啊，就那么决定。我们今天外面呢、啊，一支最少要10多块，这种普通的啦，对，8块，他妈的最少沐浴露最少最便宜，而且我们是 blended 的嘞， yeah， 沐浴露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他会叫你们买。我一定的，我要加送我林北回家冲凉啊。我也要。我跟你讲啊，你皮肤敏感，可以都可以，最好了。啊、真的，嗯，我跟你讲啊，最重要是什么？它是新加坡沐浴露中的 Hermes。可以定吗？不可以、啊。可以了，可以随便你。OK， 然后啊，我们的这个body wash 呢，它是 100% vegan 跟 cruelty free 的。OK， 所以 vegan 你懂什么吗 ？vegan 是什么 ？vegan v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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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getarian 再高一级。我知道 vegan， 我不知道，我知道 Reagan 呢、啊、，Reagan 是美国总统以前那个 Reagan 对不对？对对。哎，讲到美国总统啊，干您呐、啊，您别只是麻粗啊。美国总统全人民全世界听得到啊！啊，什么 son of the bitch， son of the bitch， son of a bitch，、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总统骂粗话，你们就不要去屌他，你别骂粗话，你们就屌我。son of the bitch， son of the bitch， son of a son of a bitch， son of
sun off sun off a beach sun off a beach then people say sun off the beach then you don't want go and then you, I can't even you scold me I three word only can't even he forward sun off the beach correct or not you're so angry for what 没有 okay you have a tell today how much 便宜很便宜真的很便宜、嗯、我们也 是每一样东西只有一本今天卖多少一罐？一罐啊，原价13.9啊，笑诶！耳孔乌开千几，听好势，13.9，今天卖你多少钱？8块钱。哇，难哦！但是哦，8块钱啊，我们今天还有折扣哦。你买4只就是整套 ，Yeah， 就是整套啊。我们是 4+4 的。我们就拿在这边了，就是、今天四个 refresh， 来我们就讲，我们就讲，我们就讲啊，我们就拿给大家看。哇，你很像那个巴沙麦的安迪耶，那个拿一个篮子的。你要给他们看他们。那个篮子可以打汗吗？我不知道，我们就是这样八只。这样八只啊，总共这样八只。4+4啊。4只，早上的4只，晚上的。总共如果真正的13.8乘以8多少钱？13.9。13.9乘以八只111，三条腰，今天卖你多少钱？今天卖你8只64块。哦、笑哎、欸！我跟你讲啊，你有冲凉的人，你相信我们。欸、他们问 Where Dubai? Go to our order form. 我们不开玩笑。Yeah, 大品牌，大品牌啊，大品牌的。Yeah. 欸、刚才有一只开的是哪里、啊？有这边。你看、这只啊。不是这个。啊。这个有头出来了。有头出来的。你看这个一个有头，一个没有头，你找那个头出来的。讨厌有头出来，你讲到很难听的，有头出来。讲到跟我的提升一样，有头出来。就你一讲到有头出来，我就想到周重庆。你讲到有头出来，他们问有没有bubble？ 我不是真，不是头。你要洗吗？再要洗吗？我不是，我帮你洗。我不是，你听我讲，我不是头出来，我是整只出来。你要 wash， 他们问有没有bubble？ Bubble， 一点点。肥皂。哎呀，有 wash hand give them see 的。来来来，我们 try。赶紧拿嘛，你们很排服晒的嘞，赶紧拿很排服晒的嘞，还要做给你们看嘞，我们这个嘞，哎哎呀，来，我们 try 给你看。睡觉啊，走。睡觉吧，睡觉。呀呀呀。来来睡觉。哎，走了，你先。你这个是洗身体的。洗身体啊。啊，洗身体啊。赶紧拿，不要叫你们冲凉给你们看啊，要不要我冲凉给你们看？一只才值多少钱，还要冲凉给你们看？瞧，不然这样，你洗汗给他们看，我洗咕咕呗。你干嘛？万能坑分。只要非是门牛，没有 ban， 没有 ban 啊！我洗，他就做 A 片呀。不是，因为我很大，我会微缩，因为我洗的时候要两只手这样嘛，对不对？来，你们看一下啊，来看一下，你按给我啦。按呐，好像没有用过的哦。没有用过的要来，我刚刚看，哦，更大。你看，很香哎，很香，真的很香，你看。哎，这个冲凉的，哎，等一下给我拿回家这个，有没有？有没有？政府叫我们洗手要这样，我们要 follow 政府的，哎 ，follow 政府的，哎，是不是这样？政府是这样啊，政府 follow 我们政府啊，你们不要笑啊 ，follow 主席的 follow， 对啊，我们洗手是这样，来，哇，很香，你看呢，很香，真的很香。值得买，可以下单，值得买啊！8只64块 ，4+4 ，OK。这个冲凉的啊，哎，你用完了，你再洗你的手。我就 OK， 嗯。哎，那我再介绍你一个东西。真的，哎，我觉得冲哎洗手都可以嘞，你洗手啊，每天洗手啊都可以嘞，我觉得可以嘞。这个哎才要哎多少钱啊？64。64块，不会管。OK， you try this. OK， 哎，这个很细水嘞。哎，你看啦、啊，我气上骂下去，哇，你厉害拎啊，马上第三产品产品就 ，Of course 没了，小孩进不了，干拎的，干拎的来，干拎的，这个又是什么产品嘞？你要给人家下单先，给人家下单先嘞，哎，这个嘞，今天呢、啊，我跟你讲，
你会很神奇 magic 有没有？他今天要做魔术师。magic， 你看这个它很浪费耶，还可以用了嘞。magic， 你看啦、啊，你自己看啦、啊，你这个有啊，这个什么都有啊。我们给那个人下单先，给他们去抢，一样去抢，这个去抢啊，这个八字啊，这个八字啊，这个蓝没有啊，这个八字这样啊。下午不要冲，看你哪里，你做工作一半跑回家冲凉了吗？看你那真的是被锁害了，看你哪里。小孩子都可以用。可以 okay. ，maybe 可以用啊 ，maybe 也可以。两岁以上才可以用啊，因为刚出世的 maybe 皮太薄了，我们不建议啊。对。我们的品牌，看那人家请我们了、啊，我们应该给他给他捧一下，不然人家老板。干嘛？送我放才过了，哭啊！你要送个杯，你看，那就是这件。呀，他的帮助品品。来，有没有看到？那个杯子挺小的。所以不可以一直用干净。对，就是这个原因。来了，你们去下单了没有？去下单了没有？要不要？等一下有人说 expired， 看我刚刚。因为他们拍视频，他们用不完。2024年10月。干冰啊！2024。两个给爸爸妈妈，两个给妹妹姐姐哥哥弟弟，两只给你女儿孩子，两只你两夫妻用，刚刚好，他妈的，过两年就完了，你再继续下单。我们今天只有我的直播这个价钱而已啊，过后我不知道，你们自己上他们的网站看。我是等看他们还有没有干净。offer 了，对。所以你要冲，刚才那个冲凉，你要放在你的旁边洗手也可以， yeah. 很滑嘞，很滑，真的，好，真的，我们的师傅，没有那个汤的味道。我讲真的，你要放洗手也可以，因为现在算到了一罐才多少钱？一罐呐、啊，6×8，64×8，八块而已，8×8=64，对不对？对来下单的只有100套而已、啊。下单。你们要抢啊！100套完了就没有啊！原价13块就是158，今天卖你60多块而已。Yeah. 他们干拼，我们福建话讲干拼啊！真的真的真的。T M N 认真的问，一罐可以用几次？可以按几次？干拼啊，坤挑！妈的，林北要骂粗话了！林北哪你知道你按几次？你要按大力还是小小力的？林北哪你知道大力的没有几次就完了啦？妈的！对啊，看你的姑姑们大只小只，看你的憨多的睡的，妈的问这种问题，你蒙你别跟我在起鬼拜，他们那看看的空调，他们那李小小，来了啊，下单了啊，我不知道 next one 啊，下个来。要变魔术，要请他们来帮我。来，变魔术，变魔术，来，进来。我跟你讲这东西啊，跟人家介绍你什么明星？哇，有，新加坡只有一个舒淇。真的，新加坡只有一个舒淇，就是我。没有第二个了，只有一个。真的。舒淇，姓张名就叫舒淇。明明是黎明啊。他们下班有问题。真的吗？这样我现在跟你回家了。这个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所以在以前的公司做多久的？我那边做4年。我明白啊，每一份工作，COVID没有影响到哦。没有，因为每天都要用啊。对，每天都要冲凉，每天都要用厕所纸，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对，你厕所纸每天都要用。对。所以你冲凉也是要用。我觉得你老板厉害，这一门生意可以做，每个人都有用。所以今天做的呢，不是那种超市买的，棒油啦、鸡油啦、鸡什么什么，这个很多东西可以用。不的小孩子可以，你可以 recycle。可以，它这个一张可以用25次，你可以洗再洗，它不会破。我跟你讲，它简单拉，我可以，你自己拉。我可以用。I pull you。OK， 你pull。当然，这样不会是。You pull, I pull。I pull you。乖乖，看见 I pull you。pull 啦 ，pull。真的嘞。你看我用这个指甲，你看我用指甲拍过，你看我这样拉是不会破的，你看我拉是不会破，哇！所以刚刚，我跟你讲啊，同样的问题，我觉得现在订单很多，现在去下单了，因为我们人数少掉500人，就是每个人自己去买单的。我们的电脑会不会黑啊？你看到这种哦，这个来吧，你们去 refresh， 加门 refresh， 有人在讲啊，加门 refresh， 加门 refresh。
叫那个 ID 的人来。ID， 甘妮娜在睡觉啊。起来哦，起来哦。啊，我跟你讲，一定爆单的，一定爆单的。再来，这个四个，我们要给大家，给你们看啊，来来来，怎么用啊？一般像在家，在什么，就是很多嘛，在煮火锅对不对？哇，我们放什么？这是啊，对啊，对啊，这生抽，火导油，火导油，啊，把那油啦，油啦，你看啦，哇，你放很多哎，我放很多啊，赶下，在家厨房就是在厨房啦，我讲啦，你们看啊，你们看啊，证明给你们看看啊，你看，就一张，一张啊，刚才你那一张啊。你看他多么细，你看，哎呦，你看，你看，你吃了一张而已嘞，我一张。这个是证明什么？你的孙子来过年打破东西、倒掉东西，就是你不用去拿布了，你就是买这个字界骂的，骂了你可以洗了，而且你可以洗，马上洗了又可以骂。你看，哎，刚才欧导游嘞，你们要干的更油嘞， yeah. 最难搞的，是不是最难搞的？怎么知道清不清洁？对不对？既出虾了，来，吃到，喂，师傅你摸，真的、哦？有时候你用那种 tissue 摸、哦，你骂哦，你看，它会油油的，这个不会耶。你看它有这个声音，它吸油哎，你看，超级吸油。你听到它声音？大扫除不买它，你们 Malaysia 不可以，我的 Malaysia 不可以。Malaysia 不可以。那现在该吸了，对不对？很简单。你看啦，你看没有泡沫了，水啊，没有泡沫啊，没有泡沫，清水来了，清水。这个不是 tissue paper 哎，这个是布哦。这个是 cloth， 厉害 cloth。cloth， 咳嗽怎么讲 ？cough， 连这个呢 ？cloth， 干你那么就是这样，差不多一样。我休息啊。你看还可以用，还可以洗，还可以洗，你看那油，刚才的油，没有讲变化的，没有讲变化，你没有看得到吗？哇，厉害，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厉害，我跟你讲，如果没有爆单啊，天理不容。当年好像武侠小说的，你这应该是什么三太子吗？很厉害的，你看刚才证明给你们看，如果你回到家里没有这样用法，我们退款，我们退款，我讲的跟我这边的平台买东西就是好在这边，不好就是退款。四个原价本来是一支多少钱？一支11.9。11.9，怎么叫下贵科？差不多是下贵科。对。今天四支卖多少钱？今天送一就是35.7，三十就是4支，35.39，36，八块贵，一只八块贵呢。对，本来是讲是嗰啲十一块九，我们今天是卖你8块多而已，8.9而已，四个35块，四支35块啊，马上下单一样，下单就是这边，下面啦，就我的，如果有什么叫我们刷新啊，你再刷新，因为每个人挤不进啊。你可以刷新啊，还是你不要外线我们的，不要打电话，外线我们什么问题你可以外线我们84039828，84039828。我的 link 啊，是有很多人的 link 啊。你们有时候看那个旁边，你们现在用那个外线应该有问题啊。脏咯，什么都肮脏咯，连什么。看那个 Facebook 旁边。只是要用我们的洗衣液。来，美女罗酱 ，Nino Walking。What the fuck, man? 舒淇啊，他叫舒淇，跟人不是李淇哦，他是舒淇。Refresh， 刷新，叫你们 refresh 多一次。刷新。啊，刷新，这样拉一下就可以了。我讲啊，你别不养哦，对不对？来了，哎，过年刚好你要炸东西在家里，我觉得啦。我可以进没？真的，他你刷新就可以了。一就 refresh 可以了。我跟你讲，你过年啊，除夕晚你一定要放2只在你家里。Yeah. 为什么呢？你煮东西啦，你吃东西啦，火锅啦，一定咖喱啦，旁边一定弄到。除了这些呢，你也是可以拿来骂镜子，骂镜子跟骂车 ，OK？ 然后有时候你们不是放面膜，你们也可以拿这个来骂你们的脸啊 ，OK？ 所以是很多的用处用途 ，a lot of purpose，OK？、Okay? multi purpose。来啦！ Yeah. 虽然你们快点去下单，也是只有100套啊。Yes. 每一样产品只有100套，卖完就是说啊，就是都得利，就是说啊，他不会再开 offer， 我就不知道。他们讲也是不可以，我可以咧。啊，你们 refresh 3条，然后。哦。昆娇讲，甘妮娜这个纸好用，骂了屁股。OK。奇怪，甘妮娜昆娇，
他原来用这个纸可以重新用过，他说拿这个纸拿去大便，人又可以洗，洗了越晒，一拿去洗，干净了只有你那一家人这样，只有你跟你家里人。你们一进去那个link哦，就是 OK， 我这边看啊，我从这边看。你们一按那个铃，他们你会来到这边对吗？如果你们没有来到这边的话，你们就按这三个 dot， 按那个三个 dot， 然后你们按 open in browser， 然后它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再 refresh， 应该就可以进了。OK， 我们看现在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有人啊，都对那四的只要一箱，啊，二十 packet 的 how to order， 刚才他讲了， okay, link, 那边 link 就可以了啊。Yeah, repeat already. 再来可以用洗衣机洗吗？随便你。看你那，你要拿去外面洗都可以啦。有人这样说话吗？用了十遍，拿去外面的洗衣机店洗了，你看那被人家笑到掉牙。下单他只有一百套而已啊。Next one。没有，我们这个最好卖的来讲。对，每个人。小娥跟我讲什么呢？什么？这个一定爆单。一定。他跟您别讲，这个一定爆单。他还没有把握嘞，我都没有看过哎。这个是什么？你懂为什么吗？因为老人家。是吗？超方便的。因为啊，新闻有出过，我们的公司就是为了不要给小孩子啊，你看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开的时候啊，很多小孩子以为吃糖嘛，拿去放嘴巴，拿放嘴巴吃，你闻闻香吗？哇，是特别烫。这个我跟你讲，不是拿来洗衣服，我一定要叫我太太拿去洗她的汗。干你懂这个除了洗衣液哦？跟他们讲林北那里会你这样深的英文，你跟他们讲，就是可以除尘螨，尘螨，还有消毒，消毒，还有里面有 color protect and softener， 就是会保护你的衣服的颜色，还有那个、哦、那个让你衣服柔软度，柔软度、啊，为什么给大家看啊？你这样看啊，你看啊，啊来，你到这边，你这样 zip 起来的时候，嗯、小孩子没事是开不到的，开不到的、啊，开不到，你是开不到的。你他旁边这边这他不知道，你要拉拉这边旁边，那就开了。如果你再放心不放心，我们今天就送你这个 baby 了。Limited edition 的啊，限量的啊， yeah. 下回限量的啊，我们就又怕小孩子又拿到了，对不对？你就放在里面，来，他还有给你一层奖，你全部啊，你可以这样倒进去，对不对？你也可以倒进去，那你就不用怕了吗？有，来，你就可以关注，很方便的，很方便的，他、yeah. 我们这边的公司。我们的公司啊，没有，我们的公司在卖这个产品之外，还是很小心保持那个危险度。对，安全。怕你的孩子那么跑去，来吃什么那吃的，所以全部跟你全部把它好。就算你这样子，它也开不了，因为暗底在这边，暗底你要用这边才开得到。一包里面有46粒。46粒啊！今天你们一定要抢，真的，每一样全部抢。来跟他们讲，要、来要来我做洗衣机啊，可以我做洗衣机，欢迎呐，您得要做洗衣机，来所以要看哪里的衣服里面啊多还是少 ，OK？ 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话，你就可能丢一两粒进去就，哎、对对对，够啊够啊，你要等一下要开的 ，OK， 啊 ，OK， 你的衣服 ，OK。要多一点，多一点，哎，留衣服啊！衣服就是先 ，OK， 然后呢？先丢先。弄干呐！弄干呐！弄！错的示范，错的示范，错的示范。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我怕，我懂很多人都这样子做吗？所以我怕。干呐！他错的很厉害，讲是错的方式。啊，那是旁边的人，他比较专业的。没有，我给你们。证明你们看不可以这样子做啊！有你们应该这样子做 ，OK？ 就是 okay. 我信不信？现在是对的示范。Correct one 啊 ，Correct one， 你先把两粒还是一粒，看你的衣服多还是少，然后你再放进去。Okay? 这个要打开吗？不要，会融掉的。不用打开的啊，整粒这样丢进去啊。呀，然后你才把全部丢进去。全部丢进去啊。然后我、哦，你开第一开。水会把那个
连洗衣机都有演。干掉，干掉。干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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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灌水，要灌水的。对，今天很好玩，很好用啊，很方便的。很好玩啊，很好玩啊，很好玩。所以它里面一定是香香的，它这个香味呢是一个法国的香水味道来的，所以你们买回去你们可以闻 ，It's very very 香 ，OK？ 哎，今天呢是三包，不要笑，三包卖都是一块。其实刚刚做到这个蛮好笑。来，再来。今天外面多少钱？最重要，我们要比外面的。外面是在卖29.9，因为要过年了。你们过了年，大家都知道，除夕跟正月初一不可以洗衣服，对不对？全部在初二，但是要很花费的、啊，连洗带钥匙全部都是丢进洗衣机里面。就刚好来得及用我们的产品。如果初二用了不好用，初三退回给林北，对不对？一包29.9，今天如果三包是大概是60块。对，三包60块。他会跟你讲啊，你弯肉还是猪肉，用一粒还是两粒的 ，OK， 会很方便的、啊。来，三包本来是60块啊，啊，90，三包是要90块的，二高高嘛，二高高，高着好。今天卖多少？今天三包卖69.75。哇，还送还送一盒礼。所以你就不要一直开关，开关你要放在里面，然后再开来用，用完了再 refill 就可以了。对对，如果你真的啦，如果你觉得这个漂亮啦、你看你正常不正常？如果你觉得这个漂亮啊，你不要放这个东西先，你不要放这个先，这个全部你不要放，因为我们送去是新的嘛。你过年的糖放进去，对不对？过年有那些糖果吗？可是这个有超冷的。没有，那这个不会贵的，不会难拿，很难开的啊。没有，这个没有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你看，本来是要开两边的，你跟他太大力了，整个断去了，你看断了。这个是小孩子，这个给我弄破掉了，所以你糖果这个就是变给小孩子，你跟过年的东西一样放，对不对？一样放啊！来，多少钱？原价90块。今天卖69.7。69.78。包邮，包邮，全部今天的东西全部包邮啊！包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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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包邮啊，包邮啊！油漆，干音啊，什么都演，洗衣机也演，油漆也演，来，100套呀，只有100套呀，你们要加都没有了啊！然后它也是 suitable for indoor drying， 所以如果你们在室内晾衣的话呢，你们可以用这个，它不会臭臭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们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小孩子是做小孩子的，要用这个。How to order？ 来，我们下面有一个 link， 我们有一个 link 啊，都是便宜过外面啦、啊。认真的问，洗衣机没有，洗衣机液有什么成分？洗衣液有什么成分？有 softener， 有 detergent。他不会英文的，回家不会英文。洗衣剂、柔软剂。除尘螨，然后出去。听无，讲干啦，听无，伊看老公的耳朵臭耳人啊，你咪讲十几摆了。有人问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entle and normal？ 什么意思 ？The gentle one right is for babies。OK， 如果你们皮肤敏感还是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呢，你们可以用这个，因为它是 fragrance free 的 ，fragrance free dry free 就是没有那个味道的。OK。来，有人问 made in where？Made in？ Made in？新加坡 formulated 的新加坡，全部都是 formulated 啊，可能我们是新加坡包，新加坡这边的新加坡这边。再来 next 我们的这个呢很好用啊，是你们好像 baby 不一样吗？不一样的，这个是 fragrance free 的，刚才那个呢有味道，香香的，洗衣服的给 baby 还是皮肤敏感？小孩子大哦，你皮肤敏感，小孩子刚刚出世的，2岁、1岁满月的都要用这个。还是你懂 baby 不是？哦，然后弄到衣服就很难洗，啊对对对对，还不是他的腹部，连他的裤子全部撞到啊！对对对对对。这个呢，它
你的 formula and breast milk 他们的吐出来那个奶啊，还有这个 diaper disasters， 所以你们就不用洗到这样，哇，洗到你每次讲什么粉面奶。哎，有人问，一包有几粒？一包有46粒，四十六粒，感觉真的不用洗到粉面奶。以前的阿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嘞。比较好的，yeah. 啊、大大，就是 baby baby baby， 一包外面39.9元，哇，三包就120 ，baby 的东西比较，一样，你送你一家一只 baby 的，一直要送你 baby 的盒子，可是原价外面是三包120元， yeah. 大概啦，是4399吗？今天卖三包95.7元，搞傻哥，本来是八十，第三十号。啊，皮三十块啦，皮爱讲三十块咯。所以这个是 baby 啦，好 baby 啊，卖怕生啊。你卖叫伊洗面公的来搞，洗面阿妈来搞啊，死袂怕生啊。阿公阿妈放晒蛋都要连帮来搞的，回去连了见，你能关起掉？反正你能连都不关，无连不晒那个没关系。对不对？我老人家70多岁，就是这样，用那个卖怕生。香的衣服香香。就卖怕生了。老人家拢都放晒连帮，我跟你讲啊，阿公阿妈放晒啊，放腿啊，都没有通知的。他们要不就不，你走的就他不的，很容易的。老人家是这样，里面的是被放，你们不可以怪。你过年拿你的阿公阿妈真的出去放屁啊，你们不可以骂他。如果你在一个电梯里真的违章，很难怎么办？我们就要 control、哦、那种，我们现在还可以，我们就要丢你的屁股就要 gap gap gap， 没有人，你给他 gas 一点点出去。人家讲，你看，我有一次我们在。电梯很多人嘛，没有一样跳嘛，没有声音出来嘛。我们屁股，你要屁股捧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没有捧出过那个屁，跳，然后每个人都这样夹住一点点，出一点点，吃一点点。然后我们在电梯，你当你闻到的时候，哦，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了，你就看别人，你就看别人。没回事就看。啊，我们就看别人。如果电梯没有人呢？电梯没有人呢，干你那电梯没有人是闻到。哎，没有没有，那你一到一楼的有人在外面。没有，你这嘴。第一个在电台放屁的人，完蛋，下班有问题的 WhatsApp。哦、OK， 为什么突然有放屁味啊？是不是？不是，你跟我讲，他讲了，他那时候最好啦，电梯门是这样的，等你放屁，你不是掉掉掉掉，那个味道你一闻的，因为放屁很奇怪。你谁放屁的人、啊、那个人先一定是闻到放屁的。你后面如果满满了，你只要这个动作而已，因为没有人看到吗？你这样，哼，你转后面的，你转到后面什么人？你自己转过去，转后面，然后我没有是你看，我们吧。不要讲了。干净。OK， 所以如果你们在那个link下单不到的话，你们可以WhatsApp我们，可以发。爆单了，都跟你讲，干净呐，爆单了。怎么跟你讲啊？这个爆单。妈的。怎么跟你讲爆单？不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全部你现在买便宜30块、40块，你不买呢？反正每天都有用，不是放在家里没有用。有对不对？而且长期，你今天买了好用，你可以上他们网站，一直继续，继续，你不用去到手边谁的。而且你看昨天3000多人呢，啊，我都不敢去。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呢，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被太住了。怎么呢？就是哦，我们新加坡也是很多 mosquito 对哦。对 ，mosquito 蚊子，因为蚊子，我跟你讲，小孩子。你被他叮到不知道要怎么办？对对对，我们今天呢？我跟你讲，等一下，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新加坡卫生部公布，我有做过，我做过 MCI 的
COVID， 大家都每个人集中在 COVID， 但是骨痛、易血、热病，因为叫什么 ？Dengue fever。Dengue fever， 每个人忽略掉，每天都在增加。对。如果要消灭这些异蚊，就是你的雨水的啦、内沙啦、清啦、拜神啦、吹掌佛、过年回甘啦、隆重爱打干爱清打干瓦。如果你 miss 掉，最严重，我们今天介绍你这个最厉害。就是这个 mosquito repellent patch， 然后是我们 clover soft plant base 的mosquito repellent patch。可以再来呢，它可以耐12个小时，然后哦，它是 glow in the dark 的 ，OK？ 它是在有荧光的。师傅，来 testing。来，open one 啊，还 open one testing。来 ，mosquito 的老爸来了 ，mosquito 的爸爸来了。哇，它的你看，它是这样的，像一个。有有有味道，有味道，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味道，因为这个的 plastic 味很重。没有 ，mosquito， 我跟你讲，哪里叮，就是从来没有叮过，奶，很奇怪，我的香蕉有被叮过，以前当兵的时候有被叮过。我们去小便的时候，那条本安啦，哦，有没有？阿明啊，今天哎，老板做你的很辛苦的，又要做洗衣机，又要做蚊子，坑啊！刚刚他装一堆棒才做，对呀，那你们可以放在你们的 baby 还是孩子的前面，对不对？怎么拿？我跟你讲啊，出去就因为小孩子每次乱乱抓嘛，所以他们每次妈咪哦都是连他们的背后，对，他不知道 ，yes。你还有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哪里？我是我的孙拿外面的时候啊，出外面的时候，你看你的 pocket， 他的后面的 pocket， 屁股这边，粘住屁股，粘住屁股，因为它不会掉啊。你粘住的时候，小孩子去到哪里坐到哪里，所以已经不知道。所以还有一个地方，我的孙啊，如果我带他出去了啊，游乐场也好，因为那些也可能，可是你去动物园，也要有。我跟你讲，粘大腿，他的裤他不知道，你一定要粘在我后面这边啊。因为这个对，因为我养过孩子，当然连他会拆掉，小孩子西北个人的，你要给他安光奥特曼，他一定拔。如果你坚持不要给他拔，你就跟粘他这边后面大腿后面，因为蚊子啊，你粘在背后盖后面啊，蚊子没有那么味道给你闻到，你在这边因为他会叮你的大腿，蚊子一只大对腿，所以你叮在靠近这边，我跟你讲是最好，最好，你的孩子当兵在兵营用这个。去 camping 用这个，去洗澡用这个，今天也是有 offer， yeah， 也是有 offer。对，你看林北很厉害的，原价多少？林北卖啊，卖到你看林北都哎做，原价7块左右 ，OK。几包里面？里面有10张。10张啊，里面10张7.9块，今天一盒卖你多少钱？我们没有卖一盒，今天卖20个。20盒。来，就是20盒，这个一盒。八个，20。二十啊，我们算20盒啊。对。来，这个20盒多少钱？今天。本来一盒多少钱？本来一盒7.9。7.9，我们8块，没有乘以。8块乘20。28，286，160块。今天卖110。哇，会便宜50块。Yeah。便宜50块，就是20盒卖你101块110。Yeah。Mosquito 的。哇，厉害！来这边。我有一个。啊，厉害了。还有哦，夜光啊。夜光啊，夜光啊，这个夜光啊，夜光啊，去厕所，我们证明一下，去厕所，关灯，没有，你在这边，哦，对，你在这边 ，OK， please step outside the door， 来，你看夜光啊，来，有没有 ？Yeah， is the baby， 有没有夜光啊？看不出我这边，你关门了，你站门后面，那你看到吗？哎，看不到，那个 reflection， 看到 reflection 而已。把看得到，你关门就看得到。夜光的就对了，夜光就对了。夜光我跟你讲啊，哎，你如果你这哎，你还可以什么的？你看，放心点，噔，大风不又不刮，什么蓝都演了。来，所以呢，快来下单。6样东西 offer 到了，现在是爆单啊，很多人网络进不了了。UAM name is 卖一个 entertainment， correct， 对。来，鱼头套是三文鱼味的吗？是，来，我们这边跟他们讲话了。你们不要买就没有办法，爆单了，爆单了，太多人进去买了， yeah， 太多人进去买，对，啊 ，is the patch 哈啦，哈有 mother 啦。
哈拉，干你那里他讲什么？ The batch 哈拉。什么意思？那个 mosquito 这个哈拉吗？是这个哈拉吗？干你那还有妈的了？干你那就问这个问题。妈的，昨天我在卖骂八卦，他妈他问我你的八卦有没有哈拉？干你那这种啊，你别都不会这样去问他。他妈这样，我不要问他，因为有种族的东西我不敢玩。我要买80盒。80盒可以啊。去下单。可以下单啊。就是80个，妈拿去冰营分啊，拿去分啊，好不好？ Yeah, 来，有尼罗红口味吗？有啦，你购买尼罗红的鱼，连你就掺在里面，不是有尼罗的？可以用来贴避孕吗？可以，你不用贴，避孕你不用贴这个，你拿我的照片，你在做爱的时候放在你的床头、就避孕了。他们问几点抽奖？干你了，忘记干你了，你们头脑很好，抽奖抽了，加 WhatsApp 我们。抽中的人 WhatsApp 我们来， WhatsApp, 来第一个来这个抽这个两只，来送这个啊，这个是什么 ？Sanitizer 两只啊，再送你这个啊，我跟你讲赌大一点呐、啊，头奖可以给他一个棒才做了，干你妈，全新加坡啊，全新加坡找不到，抽奖棒才做，干你妈，你别讲的都不好意思，来的，你别讲的都不好意思，新加坡第一个。幸运这个级别好小，这个，对，没有，一定要给甘妮娜，这个一个应该是破纪录，甘妮娜应该破纪录，来，全新加坡第一个直播台，幸运抽奖不是飞机票，幸运抽奖也不是汽车，幸运抽奖也不是手表，幸运抽奖我们这今天年终大抽奖，由我们的什么公司？送的抽奖，首奖送你。实力棒赛串，看你那边讲了没？看你那年终大抽奖，实力棒赛串，看你那边都不懂的，老板，新疆来，我们真的抽的，真的抽，我们真的送，要奖你们寄给他还是奖？抽奖你们寄给他，包邮啊！包邮送给他了。那今天反正爆单，来用。马来西亚照抽了，我只要拿给我，我就送过去。OK。我这边你送给我，我这边有马来西亚的车，我这边有 driver 马来西亚的车。来 ，OK。我们抽出第一位的抽了。抽尤金位。尤金这边的。尤金这边。用哪里的？Erin 那边人多吗？来，我们现在抽奖啊！我们抽奖啊！三奖抽起，三奖。三奖是这样。这边呢。两只连一包，来， okay. 我这边也是不是很多嘞，你的嘞？我的不是很多，你这边一个，来，大抽奖，甘妮娜，你如果抽到这个棒赛钻一定很好笑，你这个棒赛钻了，抽奖王雷抽奖 okay, 你一定被人家屌的，甘妮娜王雷赚这样多来送这个大便纸抽奖，甘妮娜，来，有这个你抽啦，来抽啊，来，哎你哎哎哎你改一下，来抽啊，来，你看等一下，你看阿奇多等，阿奇多等啊。来，没有，有很多东西，三奖哪里？三奖是两瓶加一个棒，一包啊，加一个棒才做，对，加棒才做，看你那第一次抽奖棒才做啊 ，OK， 来，这个破纪录啊，口分什么口分 ，Clover Soft， 口分 Soft 送棒才做，我看你那大新闻了 明天一定大新闻了，年终大抽奖不是汽车，是棒才做，棒才。你是抽了啊！抽 ！OK， 第一位抽奖，恭喜！你有没有分享什么版呢、啊？没有分享，不可以掉。我们刚才讲了，没有那个没有。要分享，要分享，没有分享吗？这个啊 ，Wong Guacheng 有分享。Wong Guacheng， Wong Guacheng 来找我。这个，来，听着，恭喜你 ，Wong Guacheng。医生呢？我觉得你三奖。比中那个千倍还厉害。他跟我讲，他一定哭。老婆，看你那里没有人没有中奖，我竟然看王雷的直播，我中奖。好，老婆中什么奖？棒才做。是你的。老公，我今天看王雷的直播，我中奖了嘞。中什么奖？棒才做。哈哈哈哈哈哈！再来，再二奖是什么？二奖是什么？王姐。两只两包，两只跟两包啊，两只跟两包啊，哇，还有一包这个棒赛钻，不要讲一包，什么不好听，一只，不是，一条，实力，实力棒赛钻，
这种几包？两包，两包两只，两包两只。OK， 抽。抽完。越想越笑。丢了好。Lucky 老板才做，跟你那老板。嗯。这个你都想得到。哎呦。你算。这个是仙飞啊，好像没有分享，没有分享，没有分享，不可以。仙飞没有分享，你刚才做你都拿不到，你看你干衰，你真的干衰，连旺财做，不要笑了，你旺财做你都拿不到，那个，咦，我是马西没有分享，干什么你？Chris 二，连旺财做你碰掉不掉？这个。也是没有分享。没有。不要笑。鸡巴，你上送手表，你看今天分享。为了几千个。那我说还 never follow。没有分享，没有了。那个。没有分 follower 吧？没有。没有分享，不要。要分享的，刚刚不然不公平。这个。你们。这个那个单立庆啊。单立庆。单立。单立庆有。单立庆。好像有啊，有啊。有。一真人，这个是最大奖。实力棒才抓，单立庆，单立庆，单立庆上棒才抓，恭喜你！你得奖的时候你要拍照，对你要放你大厅。你讲，啊，王磊的平台总算高官两年，林北林部得奖了，再来大奖了。那算大奖是什么？大奖是什么？两只的话一包打。来，两只，两个啊，在这个，哇，大奖这个大奖，看你那。这个卡住，不然这样啊，我们赌他，好吧？这个本来一条啊，送过一条，看那两条啊，可以用到元宵啊，可以用到清明了。两只 hand sanitizer， 一包大的那个 wet tissue， 一个小的，还有两包这个，一包。去干嘛你？还有一包这样。哎，这两卷啊，可以用到清明了。哇，很多很多很多，来来来，抽。上榜谁做？他没有送过大便纸，很搞笑。林北第一次送大便纸，直播天王。跟我你们俩，你们俩，你跟我，红哥跟我干啥？来，我们的麦姨跟林中大抽奖。然后看到人家别台抽汽车了，有人抽摩托了，有人抽那个飞机票了，有人抽手表了。来了，我们卖一个，今天抽的就是不一样，送你们两卷棒塞，抓，剪出来啊！好，来，看你们俩看好笑，来 ，OK， 这个，要抽奖，你有没有分享？没有分享，分享，双红都来双红。这个，哎，我们跟大家讲啊 ，Steven Low 有，哎，我们跟大家讲啊 ，Steven Low 有，慢慢抽先啊，我那个通告要跟大家讲啊，阿舅昨天讲，你们法国的货全部都可以发货了 ，Yes， 包括古奇、门利什么啊，都全部过关了啊，新手了啊，全部都可以发货了，所以恭喜我们啦、啊，要恭喜我，啊，那个100多万的货，我们全部都可以发货了，恭喜你，恭喜啊，可是他们今天的 update 是他们会先拿。先慢慢出，慢慢出，慢慢出，不用去追啊，不用追了 ，confirm 有了。对，所以文丽要 ，Kenzo 要，古奇啊，古奇也要，最重点就是古奇啦，我们已经全部可以发货了。对，然后要跟大家讲啊，今天你们下单我们的 Clover Soft 呢，我们的 delivery date 是没有一个 delivery date 的，所以你们 within one week 你们会收到货 ，OK？ 没有什么的了。不可能的、啊，放在你的大门口，没有人家掏的放才做的， yeah. 不是笑死。然后大奖我已经抽到了，是我们的 Steven Low， Steven Low， 感谢了，这个、你这个两卷棒才做可以用到清明节了。OK， Steven Low， OK。中奖的叫我们哇塞，来哇塞我们呢，来哇塞我们三个奖的人啊，三个奖的哇塞我们，哇塞我们啊，好不好？哇塞我们啊，记住啊，记住了啊。哇塞，我们不可以乱来的啊！帮才做，林北第一次抽帮才做，笑死了！一个多小时了，来，明天我们最后就收工了。对，明天要看我跟乔的直播，就是风水的那天我头晕，他说做多一次，8:30做多一次，我将会问他明年什么生肖要什么卡了，什么生肖的号码 lucky number。啊，连你们要拿住物住几楼是最好啊？还有什么颜色不可以？要注意什么？明天你记住八点半，我们的风水大师彭大师
将会十二生肖讲到完，我将会抽出20位，你们要问什么？嗯，连大师会为你解答。20位，明天准备要做2个小时，因为做了我们就收工了。啊，对对对，我们就收工。我们初二开，我初二开工，初三出到河畔，初四休息，初五歌台，初六卖鱼开工，真正开工卖鱼拜天公，金爪都有啊。还有啊，我们在考虑啊，正月初一就是除夕晚上12点过后，到我们初一12点，就是整个初一24小时，只要你进入王雷的卖鱼跟买东西，全部都有送东西。我不知道要送什么，我还在考虑送什么。你只要你下单，我就送你东西。除夕，不可能帮谁做？呀，不可能帮谁做？都帮谁做？不可能吗？我在想一些比较有实用的东西。因为要回馈给大家。要回馈。如果有300件，我就送100件。我不可能送你3块、2块的东西。我送的就是超起码在家里用到，所以我要回馈。真的，你买咖啡7.8块，我都送你一个。可能20块、30块、50块的东西，我 no limit，就是这24，初二就没有了。初一就是年除夕12点过后，你下单就有了。那你除夕有抽吗？我还在，因为不懂有没有人跌倒嘞。跟你那，如果我们两个舞蹈干没了，跟你那没有晕倒，跟你那背，结果背到100块，背到50块，跟你那回家不是弄丢，对不对？来，马上去下单啊！今天全部再讲过一次，讲过一次。来，我们的。快来几个 T 恤啊！20包 T 恤多少钱？20。来整箱啊！慢慢快点，快点啦、啊！20包117。117啊！20包整箱啊！117啊！外面106块啊，便宜60啊！再来，我们跳过这边小儿子的3包，外面是价值120，今天卖你再送95块。这个洗油可以洗，油可以洗什么？什么懒趴都可以洗。4个。4条啊。35块7，今天那个8只，这8只64块，外面是120块，便宜一半的价钱。对，然后再来就是多一个这个你的捐款有香味的哦，就是3包是69块，好不好？包办，你们自己去下单啦、okay. 得奖的人啦、啊，微信我们84039828，84039828，好了。你把他号码记。我跟你讲，连北京号码大家都知道，好不好？恭喜发财啊！我们不会跟人家讨红包。我们明天见。我们不会讨红包。如果你要背呢，我们可以了。没有了。记得啊，除夕12点过后记得下单，正月初一下单。对。我一定送你们东西。Yes。不是纪念品啊。怎么有什么问题？蚊子贴。啊，还有一个蚊子贴。跟那西北尿咪掉一样，就靠北靠北。来，再来。光哥，蚊子贴。这个我们20盒40 110 OK 110 110 OK。 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啊！ Yeah, 对，马来西亚不可以下单。李小呢？李小呢？共干呐，我们不可以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来保护我们的这个北极熊。来，对，来，那就波拉贝啦，我们去啊，记住啊，好不好？谢谢大家，明晚8点半见。记住啊，明天是一命二运三风水。